今天拿这条新造回来的船去破海，然后今天带上老婆。今天没有收获，带老婆过去没有收获。夫妻去啊，都几条大的，这是虾。哇，有时间吧，这下，这里面有来龙。那我们就拿上市场去，拿上去卖。有没整个拍一件放网子的咯？想放放网子的做橄榄食品。32斤。赚两分钱。一个月都有多少？手机做两个。哦，那么的，那过太老难录嘞。螃蟹要吗？生蟹。啊？卖快差不多完了。那我不管了，我先绑青蟹先了，等一下绑完再拍了。等老婆卖了，没空了，下船赶工，那船还没有洗过了。
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这就是这边的市场了，那市场还没有搞好，所以都是这是临时市场。这是一个老板，不管老婆了，老婆在卖了，回家了。